这萝卜做个什么呀？萝卜丝，穿那个肉丸。萝卜要跟这个肉馅儿加在一起吗？我们在做这种肉馅儿汆之类的食物的时候，一定得是凉水入锅。这时候我们要调色，包括这个汤底的爽滑感，非常好看，营养又非常大。您这个真够素的啊！咱们今天把这素丸得做出肉香味儿来。恍惚里面都好像有肉似的呢。我再准备一些配料，酱汁儿，咱们烹到锅里边。漂亮！哎呀，这个丸子开饭了！开饭了。本栏目由新一代鲜牛奶君乐宝悦鲜活冠名播出。悦鲜活牛乳采用0.09秒超秒杀菌技术，保留更多活性蛋白。本栏目指定产品为福临门家乡味沂蒙土榨花生油，地道沂蒙土榨家乡味，香到家。家政女皇是由虫草双参酒特别呈现。有手炒，有生炒，有滑炒，有爆炒。哎呀，这么多炒的技法，这可怎么记呀？等会儿哥，别着急呀、啊。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，海量妙招应有尽有。烹饪妙招全学到，营养养生少不了，开启美妙新生活。欢迎关注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抖音号。我这让于曼去帮我取快递去了，说是给我寄了一大箱子。我说，哎，让他去取。啊，来了，姐。哎呦，霍老师。啥东西啊？啊！哎呦我的天！有那么沉吗？啊！这啥呀？别说了，你别看。哎呀，行了，老程已经给我打电话了，说是给我寄过来的什么小人参。姐。哎，我这样，我先大家猜一下，你们猜里头有几样东西？这么大箱。一样东西，满满一箱的林下参。什么参？林下参。那肯定的。你见过这么大的林下参吗？啊？这是不是不是给你寄的呀，姐？这是给我。高山细木耳。山货。再然后。没了。你回去吧。不是，姐，我哥留了一个字条，你得听一听。哎，真的，亲爱的老方。冬吃萝卜夏吃姜，哎，这押韵哈，真是没错。不用医生开药方，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一年四季保安康。老方啊，冬天天气寒冷，缺乏足够的锻炼，加上空气又干燥，体内会出现燥热症。白萝卜可帮助消化，促进新陈代谢，起到排毒的作用。老方啊，吃白萝卜对咽喉炎、扁条体炎、声音嘶哑、咳嗽、咳痰等症状有效的治疗功效。你让我多活两年。老方啊，萝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 等各种维生素，而维 C 可以防止皮肤老化，防止黑色素色斑的形成，从而保持皮肤的白嫩。老方啊，勿念我，落款是唯一惦记你爱你的邻居老程。是这么写的吗？情真意切，哦对，哎，还有啊，这段是写给你的啊。最后啊，对，我看看，我得念。哎，于曼，我知道你肯定在你琼姐家，请把咱们商城木耳让老师们用上，好木耳一起分享，请扫描商城二维码。哎，你见过这？但是琼姐，你得成哥的一片心，真是礼重情义重。东西是好东西，是吧？但看什么人送，是吧？啊，最重要是得看什么人做。行了，夏天老师，哎，我跟你说，那我先来吧，你先来，好吧？我先来，咱们用这萝卜做个什么呀？你看我这身形体宽的，咱们肯定带点肉呗。来，什么呀？萝卜炖牛腩，萝卜丝啊，穿那个肉丸。萝卜丝肉丸，肉丸啊，所以这是这个肉馅儿，肉馅有肥有瘦，这是点儿南瓜，南瓜，熟南瓜，葱姜，哎，食材就这么简单，啊，然后又能做的什么非常那个颜色又非常好看，营养又非常搭配。哎，你别说，说归说，这萝卜好像我们瞧不起人家，是到了这个季节，你别说家里这但凡稍微年纪长一点的50岁左右的哈，这肯定这。一个星期里家里怎么也得吃上两三回萝卜，甭管是对身体真是有好处，真的是甭管生吃熟吃，这个时间稍微的一凉，这萝卜是那种脆甜，哎，多汁，那嘎嘣咬起来一口，那比梨还好吃。对，所以看用这萝卜做这丸子，我们看怎么做，跟我们平时自己在家做有什么不一样，行吧？啊，咱们这样开始动手，
咱们先把那个萝卜先处理一下，先把这个老皮，嗯，对吧？这老皮再去掉。其实咱们说这个萝卜啊，它其实它有两层皮，我们去掉的这层表皮，它上面可能会带一些的泥沙，表皮下边带一点点的金络的这个地方是它的真皮，这块皮的口感是非常好。我们在饭馆里边经常吃那个拌萝卜皮，拌萝卜皮，对，酱油泡的那个萝卜皮，嗯，那吃起来那叫一个脆。所以说咱们去的时候就是薄薄的去掉最外边那层表皮就可以了，啊，不用切的特别好。没错，这萝卜这味儿就出来了。哎，对，它这叫是里头有一种叫什么芥子油吧，就是那种辛辣味儿来自它。行，您忙活别的吧，葱姜蒜的，备点姜末。哎，这萝卜人家不是说什么跟羊肉在一起、牛羊肉在一起搭着会更好一些吗？其实萝卜它本身这个时间段，这萝卜就有清甜的味道。嗯，然后萝卜呢，它可以有吸附异味的这个作用啊，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山珍野味的时候，往里边要放几个萝卜，它能把它那个腥膻味道能吸得很干净。哦，那这个萝卜吸完味道，它还能散发出这种，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萝卜那种辛辣味儿，嗯，它又能够给一般基础的食材增香。哦，那今天咱们做的这叫汆丸子是吧？对，入水为汆，这丸子可不简单，肉馅得打得细嫩。哦，吃完以后还是咱们那个老话，入口即化。哎，那你这个萝卜要跟这个肉馅加在一起吗？对，加在一起。哦，那通常我们有的时候说萝卜丸子的，就是把这个萝卜切成片儿，在锅里煮一下，是吧？丸子是丸子，萝卜是萝卜。今天我跟大家融合在一起。但是说实话啊，童儿，我就不爱吃萝卜那个臭萝卜味儿。待会儿吧，有招，有招去这个味儿。当然了，哎，你别说这萝卜水气真大。一会儿还要杀一下，还得杀水是吧？因为第一个给它腌制一下，第一个去一下萝卜的那个叫辛辣味儿，然后再把杀点水。行了，这够了吗？够了，够了哈。好，行嘞。我哥就弄的加急快递，就怕这萝卜没水分。哎，我们先拿点盐，先杀一下。嗯，好喝。小人参也不错，是吧？然后杀杀水，然后呢，保持待会儿再蒸干。蒸干以后，所以人咱们，所以咱们老祖宗人家说都是有道理的。有道理。什么季节吃什么食材？没错，不时不食。对对对。好，调入馅。来姐，给我来点水好吗？凉水、热水。凉水。打这馅是吗？嗯。好。哎，你这打馅不用搁什么蛋清什么之类的吗？对啊，我不用放。对，好，行嘞，把这倒了。我们就把这个萝卜丝儿，给它放到这个肉馅里边。肉馅选什么？羊肉馅什么都行，牛肉馅什么都行。对，也可以，都可以。我给你做水吧。做水。好嘞。那今天咱们是用凉水汆还是热水汆？我是用那个凉水。凉水汆。凉水啊？这里边就有讲究了。哦，我还说给你带点热水呢。啊。我们经常在家里边会把一些肉馅儿啊放到热水里边，你想一下，就像我们说你把汆烫过的肉放到凉水里边激一下是一个状态。对，随着水温慢慢的上升，它可以把里边的这个肉馅里的血沫还得挤压出来。所以说我们在做这种肉馅儿汆之类的食物的时候，一定得是凉水入锅，慢慢升温。
最佳状态的丸子到最后它得能自己翻个儿。哦，对，哦，所以要冷水下，冷水下，对，它不会粘在一起坨住，不会粘。但是这步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我们同事一直在，一定要脚打上劲儿，对，这样的话呢，它就能把水分锁住，就不散了，不散，不散，对，没错。而且今天真是挑战啊，按理说我们这会儿应该要加点淀粉的，但是加淀粉会影响口感，对，哦，难怪呢，只有真活才是不加淀粉的。一定要，确实我之前见过说，哎，往里面撒一点淀粉，让它稍微的抱抱团，哎，是吧？对，哎，嗯，是所有的丸子都是冷水换吗？我跟你说，说可以，丸子啊，最经典的是什么？敢称之丸子就是咱们那个狮子头，开国第一宴得上到宴席上的头牌啊。那狮子头，如果说您要是热水下锅，那真让人笑掉大牙。就得是凉水下锅，慢慢的养起来以后，这丸子吃起来以后才能跟豆腐一样滑嫩。哦，待会儿这做起来是吧，颜色又好看。汆丸子它这种真是享受，从现在的这种粉红色变成雪白色，这个过程非常的漂亮。开小火就行。好。在家庭做嘛，也要营养搭配，然后这道菜呢，这吃它的汤底啊，还能有点滑嫩感。哦。我们就要用南瓜。就把这南瓜做成南瓜泥是吧？对。的淀粉，没错啊，嗯，主要是还是用它着色和增味儿啊。对，这个汤你别看没放糖，但是它是甘甜的。如果觉得汤是这个吧，咱们就弄点生淀粉勾一下芡，我再还得过滤一下，把这个南瓜蓉，对，就是为了要一个爽滑的口感，嘴里的利索是吧？对，我们适当的给它勾点芡，您叫淋芡吧？对。好，哇，咱们关火，准备出锅。哎，准备出锅。拿这汤烩一个豆腐都好吃。对对对对。萝卜丝汆肉丸，做菜步骤：一，白萝卜去皮擦丝，加盐。腌制备用。二，肉馅加葱姜末、水、盐、白胡椒拌匀，萝卜丝挤干水分，放入肉馅中，反复搅拌，摔打上劲。三，凉水做锅，将肉馅挤成丸子下锅，小火浸煮五分钟，捞出放入盘中，锅里留汤备用。四，南瓜去皮，蒸熟碾成南瓜泥。倒入肉汤，淋入水淀粉，浇在肉丸上即可。嗯，就那种甜甜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这种甜吧，不是说什么，就是南瓜本身的那种甜味儿，还带着一丝丝的萝卜的回甜，清香。而且其实我们今天可能确实是这个萝卜，我们可以萝卜再多一点，可以啊，是吧？萝卜再可以再多一点。你说这个萝卜，我们如果要是说再把它切一下呢，还是说就要这种长条的丝？都可以，它这种丝现在是比较有口感的，没错，是吧？啊，小的是做的还行吗？太行了！哎，这谁能再想想我那俩大萝卜啊，做这么一盘精致的菜？嗯。
接下来，大老师，您的起点太高了啊！现在，高什么高啊？咱怕高吗？是不是？你看，现在这道菜啊，咱们同事做这道菜是口感滑嫩，那咱们就来一个经典的外焦里嫩，焦溜素丸子。本栏目由新一代鲜牛奶君乐宝悦鲜活冠名播出。 悦鲜活牛乳采用0.09秒超秒杀菌技术，保留更多活性蛋白。家政女皇健康一点通由万通药业特约播出。本栏目指定产品为涪陵门家乡味沂蒙土榨花生油，地道沂蒙土榨家乡味香到家。家政女皇是由虫草双参酒特别呈现。嚯，您这。 香菜、香油菜心儿，还有这是鸡蛋，这是什么呀？酱，这是面酱吗？甜面酱，没错，这是点儒香粉。哦，乳香粉，哎呦，对，做这个素丸子哈，这五香粉很重要。你看刚才啊，咱们说了这么多重要的，就缺一个重要的姐妹问。面粉啊，错，哎呦呵，怎么了？什么？哎，这是面粉吗？这个啊，叫天妇罗粉，咱们知道，咱们东南亚料理里边有一种就是经过煎炸以后，它会变得更加酥脆。知道。那这个粉呢，就是用这个超市里很容易买到，很便宜。天妇罗粉啊，对。 它的这个里边主要成分就是一些小麦粉，一些小麦淀粉，一些蛋黄素，一些膨化剂，一些胡萝卜素。你骄傲了，嗯，张天老师，刚才人家佟老师在这坐的时候，我们说这起点高，你说不高不高，我不怕高，您这上来弄一什么天妇罗粉，你说我们这家家户户这不是常备的，没这怎么办呀？不是，我跟你说为什么我要去用它，传统的这个焦溜啊。 尤其是这丸子，它就需要长时间去煎炸啊。但是我们都知道了，高温你再小人参也不可以。但是我们把这里边的传统淀粉或者那个面粉，咱们换成天妇罗粉，我会大幅度缩短它的烹调时间，口感还得是脆，还是外酥里嫩。没错，那行，我们看看啊，这天妇罗粉够贵吗？这个，我跟你说跟面粉一个价，它只不过是一种调和粉。行，明白了啊。好，那咱们就直接开始了啊。哎，看，我这你要个大盆吧，要大盆吧。对。 这萝卜呀、啊，咱们把这个擦的稍微的比刚才那个要再细一点，然后咱们把它稍微的粗展几下。还不能展得太碎，因为咱们知道这个萝卜它还是一个纤维含量丰富的食物，对，太碎它就没口感了。没错，还是给它起不到促纤维的作用。哎，嗯，直接咱们把这个料呢，你看啊，第一步五香粉，先放五香粉。咱们说肉香来自于五香粉。 不用多哈，少来一些，因为五香粉它有一个这个缺点，就是你再煎炸的时候，它会脱水，它会让这个淀让它会让这些香料粉呢就变得有些焦黄，它就容易出现苦的口感。所以说，咱们这个丸子里边第一步不是放盐，而是放糖。哦，放糖。没错，去调和这个萝卜的味道。我们知道糖和盐一样有丰富的这个渗透压的作用，对，就是它可以去挤压出多余的水分。盐腌制萝卜，糖拌萝卜。啊。 这样抖散了就可以中和这个五香粉的这种味道了啊！好，味儿很好，奇怪啊，感觉。嘿，好奇怪！我跟你说，这个味儿还好的在这儿呢，酱，甜面酱，甜面酱调和在里边，能够让整道的这个素菜吃起来味道不寡味儿。哦，慢慢的抖散，看到了，酱香带着胡萝卜的汁水，五香粉，生的啊。哎，你这颜色重吗？不重，你这还要加什么呀？还要加鸡蛋。 营养必须全面，调和鸡蛋，就把它让鸡蛋滋润。对，那好了，咱们把它调和好以后，挤滴香油姐。来，就直接调在馅儿里边，这个香油。好嘞。那我们刚才没有放盐，但是这里边是有咸淡味道的，就来自于酱。调和好以后呢，我们开始把它放在一边，直接看。 冰块，冰水，哦，冰水啊，镇它。咱们在家里边去调和一些我们过去说的这些酥炸糊啊。如果说你是拿冰水去调和的话呢，它会更加的酥脆。哦，所以说我们在开天妇罗粉的时候呢，就讲究一个，一定是冰水。哦，少来一些，差不多跟这个萝卜丝能够达到5:1的状态。冰水调和。
少来，把它开成这种糊状。嗯，好，可以看到咱们刚才调和好的糊，经过冰水开的这个糊，慢慢揉捏散，在这个萝卜馅里边，它还有一些的湿润，是吧？嗯，再加一些干的，这就是我们整到的这个馅料，咱们调和就可以了。那你这需要我给你做油吗？做油，做油了啊。好了，那咱们这样的话就准备好了丸子，姐再帮我来点香油。香油来了。咱们经常在家里边去做煎饼，直接放盘子上面。倒盘子上啊？哎，就是让它表面的稍微的带着一点点的香油。咱们在家里边做这种煎炸的这种丸子的时候，经常会遇到以前咱们说的，第一个熟了，第二最后一个还没下锅呢。所以先把这丸子挤出来。对了，咱们提前先把丸子给它挤出来。您说您用的是个交溜的技法，哎，他说区别于传统的，对啊，就是这里边的咱们说的这个淀粉的使用，而且我的烹调时间的这个长短，没错，就先炸出来，然后再咱们再烧它，交溜它，炸完以后溜，这也是我们山东菜一个非常经典的这种烹饪技法。嗯，咱们这丸子我怎么觉得这么软的呢？对啊，别着急啊，我跟你说，现在的软就是一会儿的嫩。外焦里嫩，好，温度呢不要太高，40左右。丸子排队下锅，走起。嘿，啊，油温迅速降下来之后，再往里放。没错，同步的。刚才姐说我的这个颜色深不深啊？您看看，一会儿经过酱的这种加入啊，一会儿这个颜色会是那种金红色。哦。哎，你看它这个颜色，慢慢就都上来了，没错啊，恍惚里面都好像有肉似的呢。哎，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素菜做出肉香来，再搭配上一些的油菜帮。我觉得这要金红色差不多了吧？先捞，然后有一个最关键的步骤，咱们叫重油。哦，对，漂亮，真是。那得复炸吧？复炸，对，冲一下油。那这个配料呢，就是咱们非常传统的，就是搭配上了胡萝卜，然后那个山珍的木耳，嘿，再加上咱们的小油菜帮，因为这些食材它不能抢本身主食材的味道。对啊，这油够热了吗？再回到60热，就是从外往里走，走。好嘞，这个时间就要稍微的短一些啊，5、4、3。哎呀呀呀！妈呀！吓死了！你这，哎呦呦，妈呀妈呀！哎呀呀，颜色，哎呀呀！上色会非常的快。对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吓死了！哎呀呀，妈呀妈呀！因为这个后期重油，我没说吗？咱们这个天妇罗粉拌出来的这个素丸子，它，你听，对，确实很酥啊。它最后的烹调速度是非常快的。好，咱们开始调这个碗芡。葱姜蒜啊片儿咱们先有，然后直接料酒2勺，清水2勺，生抽酱油2勺，白糖1勺，来，都是2:2:2，没错，再比一个1勺的糖，没错，再来个二是啥？醋。哦，交流必须要这口醋，对，这口醋香非常的重要。2勺醋，还想要啥？可以了，这咱们就可以。我能说吗？我又偷吃了一块这丸子。现在这样吃就已经非常好了，外面特别酥，没错。而且怎么嚼起来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呢？这就是刚才我们腌制萝卜的时候，你忘记了我放的是糖，糖和酱合成了一种香味儿。对。直接，咱们先把这些不太容易成熟的底油都不用放了，不太容易成熟的蔬菜先放到里边。记住了，在家里边炒木耳一定不要提前放在油里边去炒，爆。先炒，对。生炒出来的这个素菜，它的味道会比我们焯过以后再去炒，味道会要香很多。炒的时候呢，稍微的给它们一点点的盐，让它们有一点点的滋味。这里边再来上几滴香油，这香油是这个焦溜的这个味道里边的一个，也是一个精气神。好，看到了，素菜出水，木耳走起，开大火，咱们再调和一点点淀粉，放到这个碗芡里边。
因为呢，这个碗芡按我原来的料理过程是要放一点点的颜色的，哦，结果这点颜色让姐给做出来了，我就别给它颜色了啊。所以如果这个颜色要炸至金黄色的话，这时候里面还要加一点点老抽，老抽，对，一点老抽调配颜色。我不是怕你麻烦吗？对，是是是，我这多善解人意啊。没错，嗯，好了，葱姜蒜的酱汁儿，咱们烹到锅里边。好，不要着急，开大火。说是迟，那是快了，这就啊。推，让芡汁儿先变得滋润。慢慢拌点面条吧，咱们直接素丸子三下，一、二、三，出锅。哇，这是焦溜丸子，别说姐炸这丸这色儿是真好，真的是。焦溜萝卜素丸子，做菜步骤：一，白萝卜擦丝清斩，加五香粉、糖、甜面酱、鸡蛋、香油拌匀。二，天妇罗粉加冰水调糊，放入萝卜丝中，再加少许天妇罗干粉拌匀成糊。三，盘中倒少许香油，将萝卜丝糊挤成丸子，放入盘中。锅中做油，下入素丸子，变色后复炸一次，捞出备用。四，葱、姜、料酒、水、生抽、糖、醋、香油、水淀粉，混合调制碗汁。五，油菜、胡萝卜改刀入锅煸炒，加盐调味，再放入木耳、碗汁、素丸子，翻炒均匀即可。我感觉我像个那个排骨一样啊。是啊，嗯，素丸子吃出了肉的味道，肉的感觉，嗯，肉的味道，肉的感觉。这菜一点，你看，尤其是这颜色，颜色上好了之后，你根本不觉得这是一道寡淡的菜，觉得这是一道下酒菜、下饭菜。对对对，其实像这种炸完了直接吃，更加酥脆。推着这个芡汁放到一边，拿这个炸好的丸子蘸着蘸着可以，没事，是吧？多做点其实应该，做完了放冰箱里存着啊。是是是，今儿我们就这点，先吃先吃啊！来吧，我家厨房开饭了。咱们就早点早做点什么吃的吧。中西合璧的炖牛腩，我们今天这个主要是喝汤吃肉，这压上25分钟，25分钟，这个时候我们也差不多了。OK， 来，好嘞，来尝尝尝尝。红颜莲子开口笑，一定要温水和面。把剪刀一张嘴啊，大枣去核不浪费啊。之后呢，把莲子镶在中间。这个上火要蒸多长时间呀？这个12分钟，加点蜜汁儿。哎，漂亮，来吧，我家厨房。